像 IT 产品的应用啊，主要是走向就是电竞化的时代。那群创光电在电竞产品的应用其实也非常的多元，从 monitor 到 notebook， 我们有全系列的电竞产品。那其中在 notebook 电竞产品的出货，群创光电是全球第一的。那在 monitor 的部分，我们在高解析度及大尺寸也是位于全球第一的角色。那我们同时有一个23.8，这个是全世界第一台高240赫兹，而且是高色保的一个电竞用的显示器。所以其实显示说，整个 IT 产品来讲，群创光电在电竞产品系列都是占有一个很不错的角色。那这一款主要是我们34寸的显示器，那它是采用21:9，主要是主打商用的市场。那它最大的特色是它可以同时用于两个萤幕的切换，比如说应用在银行或是一些特殊应用的地方，所以这个产品也是一个蛮不错的应用。那群创也是在就是新的市场的开发上也有取得蛮不错的角色。群创光电在 notebook 产品的部分，除了刚刚提到的电竞的产品，在一切商用的这一块，我们也都有就是非常独特的表现。那首先这一台是我们在防窥部分的技术，它这个其实在一般商用的市场其实有非常技术领先的优势。如果说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切换的话，其实是有达到非常好的防窥效果。接下来这几台呢，我们展现的是群创光电最新在 notebook 商用产品上的技术。那主要有 IGZO 高解析度的产品，还有低能耗的产品，还有 QD-LED 展现高色域的产品。